国亚裔族群常常很容易疏忽清洁跟牙齿的保养，尤其因为这牙龈萎缩带来的牙周病、牙齿脱落等等的问题，都是源自于细菌感染。也因此，东森新闻特别访问了南加州资深牙医博士，教导民众如何预防口腔细菌感染。强调口腔细菌感染随着时间拖延，患者接受治疗将带来极大痛苦。然而大部分的民众由于缺乏牙齿健康教育，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所有口腔疾病都与细菌感染脱不了关系。 How you get infection? The body is weak, maybe. There's a lack of good home care and maybe lack of regular dental care.而有鉴于传统牙齿清洁技术过程疼痛感强，且无法看清牙龈内部，造成清洁过程常伤及周边牙肉，拥有美国水牛城与纽约牙周病研究教授兼 USA 牙周病研究副手赵启安博士，通过最新设备与技术，不只能帮助病患准确清除牙石及细菌槽，更能减少对牙肉的破坏，降低患者痛苦。 The new method called endoscopy, we actually put a tiny cameraminiaturized camera under the gum so we can see where the plaque is, where the infection is. And then we can use a ultrasonic vibrating instrument to actually vibrate off everything we see.在牙医博士赵启安多年来的努力下，不只有越来越多的牙周病患者通过先进显微仪器大幅度地改善口腔内的细菌感染，更让人放心的是，还有各个年龄层的病患都表示整个治疗过程基本上没有痛苦。这种新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做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对，在麻醉之后，然后麻药解除之后，也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牙齿会有什么痛啊，是吧？医生呢，佢打嗰个麻醉针，我认为应该有小痛，连个小痛我都唔觉得。不仅如此，赵启安医生还通过十多年的潜心研发，创造针孔微创技术，帮助牙龈萎缩患者保住松动牙齿的同时，更是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治疗痛苦。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